你看这怎么样？来一个吧。多少钱？哎，这个好说。方姨，你看这个多漂。方姨，卖不了。方姨，怎么办啊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哎，您不用了，谢谢啊。讨厌被我猜的。方姨。你们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是我爸叫你们来的吗？大小姐，老爷要我们偷偷带你走，别让蔡家人知道了。为什么？您跟我们走就行了，老爷已经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，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带您离开。哦。想把我们少奶奶带到哪儿去？老弟啊，刚才招娣跑来哭着对我说，方姨在大街上被人拐走了。还好我一直派人看着招娣和方姨，所以最后方姨没被拐成。现在她又在我的家里好好的休息了。可是想拐走方姨的那两个人被我的手下打了一顿，看来得住院一阵子了，这也算是给他们一点点的教训了。人是我派去的，怎么了？我让他们带方姨回来跟我见见面，这不可以吗？哎呦，老弟呀，你想要见方姨可以去我家呀，你们妇女想聊多长时间就聊多长时间，你这何必要在路上去拐人呢？女儿回家看看爸爸，这是天经地义，为什么非要你允许不可？你算什么？哎，老弟呀，你这就叫不明事理了。女子出嫁从夫，方姨现在既然是我王家的少奶奶，那就应该待在招娣身边，好好的孝顺婆婆。恐怕你这个当爸爸的也该排在后面呢。好，我看你能软禁方姨多久。方姨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我一定会救她逃出火坑的。哎呦喂，方姨在我家做少奶奶，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这怎么叫做是火坑呢？哼，若是她被警方通缉，甚至去坐牢，那才叫火坑呢。老弟呀，我看着你这么思念你的子女，我也于心不忍呐。这样吧，我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也解你思念子女之情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这鞋是谁的吗？你儿子的。听说方威中了一枪，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那个方威他还真是能跑啊，受了那么重的伤，他还能活蹦乱跳的。可是方姨是个女孩子呀，她能不能比她那个哥哥跑得快，这就很难说了。老弟啊，由我来保护方姨，还能过上个安安稳稳的日子。用你的船行来交换她的安全，这总不算过分吧？
行了，老弟，以后咱们兄弟俩好好的做亲家，互相帮助，别再互相扯后腿了。 几天没来了，您还好吗？这几天没人陪您说话，您闷不闷呢？今天我来了，我啊还多带了一个人来陪您说话呢。您看，我生了，我给天成生了个儿子呢。这是我们王家的长孙。 是您的亲孙子，爹。爹，您看，您看他长得像不像天成？啊！张彩霞，你总算来了。啊，神父。哦，你胜了，恭喜恭喜呀！神父，谢谢您这几天来帮我照顾我公公，他看起来气色好多了，谢谢你们。 费心了，不要跟我们说谢谢。奉献是我们的天职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对了，神父，前几天有没有一个人来看过我公公啊？是个男的，长得大概，有这么高吧，皮肤黑黑的，浓眉大眼的。这几天确实没有人来过，你说的那个人。 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他姓方，他答应我，要帮我过来告诉我公公，告诉他我生了个男孩。他真的没来吗？确实没有人来探望他，如果有陌生人来拜访，我一定会知道。都这么多天了，就老爷一点音讯都没有。他不是这种说话不算数的人呢。 你说的是五六天前？是啊。哦，五六天前，外面有一群警察埋伏，说要抓一个罪犯，还开了枪，那个人中了一枪，逃跑了。那个逃犯叫什么？您知道吗？这个我不清楚。难道救爷为了帮我才暴露了行踪？ 被警察发现了，万一他伤势严重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老板，给您钱。好了，走，再来啊。慢走啊。哎，彩霞。啊。今天就收了，不忙了啊。啊。 那我来帮您收吧。不用了，孩子该喂奶了，你去喂奶吧。这里有我就可以了。哎。哦。嗯。过来！你们干什么？给我孩子！还我孩子！松手！你们还我孩子！给我！放手！你们还我孩子！你躲开！ 放了孩子，爷爷，把孩子给我，让开，给我打！你，哎，我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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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把孩子给我！回去跟你们老板说，别再来找张彩霞的麻烦。如果再找张彩霞的麻烦，我就会直接去找他。反正我已经是亡命之徒了，也不怕跟他同归于尽。听清楚了吗？滚！走走走走走走。 连一个女人和老人都对付不了，我养你们这群废物做什么吃的？老爷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这方威这混蛋替他们出头啊！你说什么？快去，再去给我盯着那个张彩霞，并且监视王世宏的动静，别再给我搞砸了！快去！是。 那个张彩霞真是行大运了，居然平平安安的生下一个男婴，我怎么这么不幸啊？好好的一个孙子，就被方姨给弄没了，老天爷真是太不公平了。如果我们把那个孩子搞到手，哼，就不怕那张彩霞出来作怪。 就算是他拿到了王世宏的财产，也得乖乖的给我交出来。偏偏这个方威总是在暗地里帮着这个张彩霞，不让这个方威到大牢里安分的待着，他就会永远出来给我们找茬。爸。 只要您三天两头去找张彩霞的麻烦，方威肯定沉不住气，会出来英雄救美。只要您和当地的警方联合起来，一定能抓到人的。哎，彩霞，你受伤了，歇歇吧。我没事儿，倒是您为我连累，让人打成这样，我真是过意不去。老板，谢谢您那么舍命保护我儿子，让他没有被坏人抢走。哎呀，孩子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倒是您。 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还收了伤，哎，要不然您歇着去吧，这些活让我来吧。没事没事，你歇着吧。老板，哎，先生，您要吃面呐？什么吃面？就你这味儿，我闻着都恶心。是谁让你在这儿做生意的？先生，我这摊儿可摆了几年了，难道先生，你还有什么指教吗？ 这里可是公园，要卖面啊，回你们家卖去，别在这儿捣乱。我可是始终在这儿摆摊的呀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去！老板，老板，你怎么样？今天啊，给你们点教训，以后啊，给我小心点。走。 老板，你被烫伤了，我送你上医院吧。麻烦走。老板，那些都是什么人呢？你以前是不是得罪过他们？我看这些人呐，是故意来找麻烦的。我这几天出不了摊了。你一个女人家。 也不方便一个人看摊儿，我看这面摊生意啊，做不下去了。可是，您一直都本本分分的在那儿做生意，这么多年了都相安无事，怎么会突然间招惹了这些凶神恶煞呢？哎，难道是因为我？
那些人是因为我才来的。老板，我对不起您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我反而连累了您，真是对不起。哎，你也别多心，那咱们就歇几天，再做打算吧。老板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都怪我，是我拖累了你。老板也是穷人家，好几天不做生意，光是吃存粮支撑不了多久。如果他继续收留我，只会被拖累，连做个小本生意日子都过不成。可是我带着孩子又该如何谋生呢？爹又躺在这里，哪儿也去不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爹，您看，这孩子是不是长大很多了？他呀，精神可好了，健康着呢。他是等着您醒了，给他取名字呢。我相信，天成和李小姐在天之灵，也希望你能早些醒过来，能赶紧亲手抱抱自己的孙子。如果真的等到了那一天，苦日子兴许就熬到头了。等你醒过来，我就想做点小本生意，可以养活您还有您的孙子，能像天成生前的愿望一样，过得平平凡凡，安安稳稳的，就什么都不求了。爹，爹，你醒了？爹，你是不是听见我说话了？是不是啊？啊？爹，爹，快，您看，这是您的孙子，这是天成的儿子，您摸摸他。爹，我就知道我说这话您能听得见。爹，您快摸摸他。爹，您终于醒了，真是太好了。爹，您看，您看他长得像不像天成？王世宏醒了。嗯，虽然王世宏现在还不能开口说话，但是他体力恢复之后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藏钱的地方告诉张彩霞。你们两个回去，把人给我盯紧了。是。三更半夜的，蔡老爷的手下还来报告，这肯定有鬼。爸，现在既然世宏的病有了起色，咱们就可以放胆去对付张彩霞了。就算世宏把藏钱的地方告诉了张彩霞，他也未必有这个福气享用。只要我们把孩子抢到手，让警方把他抓进牢房，到时候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世宏就会把钱交给我们了。嗯，我也是这个主意。
可是现在王世宏只是半个活死人，我们还不能轻举妄动。一旦让他再受到什么刺激，他就会再次倒下。哼，我们可就白忙活一场了。先让那个张彩霞去伺候着，把他的身体彻底调养好。我们不着急，反正我们要让警察去抓住张彩霞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拿到孩子，那就是举手之劳了。只要把王天成的孩子弄在手上，世宏就非得乖乖听话不可。当初他对我无情无义，只提醒张阿忠那个小人的话，如今搞得自己这么落魄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一定要让王世宏在痛苦中过一辈子。方姨呢？一大清早的，她跑哪儿去了？不会是逃跑了吧？什么？还不回房里面睡？方姨，你是在做梦吗？方姨，哎，醒醒啊！我不过，这是怎么了？发神经病了？方姨，方姨，方姨，你醒了没有？你醒了吗？妈，妈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问你呢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抱着这个东西在这儿晃来晃去的，吓死我了。原来我是在做梦啊。啊，妈，你为什么要叫醒我？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做下去啊？你怎么了你？啊？我梦到我的孩子还在，我梦见我生了一个大胖小子，他多可爱啊，多乖啊。可是我的孩子没了，他就这样没了。你现在知道后悔了？当初孩子没的时候，你像没事人似的，我还以为你没心没肺呢。现在知道心痛了，当初为什么不好好的照顾身子，好好的照顾孩子，非要满山乱窜的不可？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所以我不想承认我舍不得这个孩子，但是。我夜夜梦里头都梦见他，我梦到他满身是血，哭着跟我说，他想到这世上来，他想做我的儿子。我的心跟刀割了一样疼啊！昨天我做梦，梦到他好好的，梦到他生下来了。我好高兴啊，可是谁知道这只是一场梦。妈，
好想要我那个大胖儿子呀。你看你，你就是不听妈的。如果你早点懂事，早点听妈的，不就没事了吗？现在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妈，我好想要个孩子呀。妈，天宝他跑到哪儿去了？他为什么不回来？他要是回来，我一定不会再对他摆脸色了。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，我要让他肯在这个家里待着。我们要生一大堆孩子，一家人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方姨呀，你怎么不能早点想通呢？现在天宝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想通呢？妈，我相信天宝他肯定会回来的，那个女人对他不是真心的，他肯定会回头的。我要好好在这个家里待着，等天宝回来，到时候一切都还来得及。我们要好好孝顺妈，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就像你说的，天宝他早晚会回来的，到时候你性子也改了，做我家的乖媳妇，还可以跟天宝生孩子啊。来，不哭了。蔡振华，蔡振华，蔡振华，你给我出来！爸，方姨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方姨，你还好吧？爸都好久没见你了。我很好啊，我每天不是看看书，就是练练功，有时候还跟着佣人学做菜，悠闲得很呢。方姨，你婆婆跟蔡振华没有为难你吧？哎呦，他们为什么要为难我呀？我婆婆很疼我的。亲家，哎呦，亲家您来了。可不是嘛，我把方姨当成亲生女儿一样的疼，现在我们俩的关系好得很呢。亲家您坐。妈，这是我专程给您泡的茶，请用。乖，你是越来越孝顺了。爸，这人呢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。以前我就是太任性了，不懂得珍惜这么好的婆家，弄得孩子也没了，丈夫也跑了，只能孤孤单单地守着空房。还好我婆婆开导了我，让我懂点事，以后我会改了性子，学着做一个好妻子。等将来天宝浪子回头了，我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。方姨，你难不成你这个婆婆给你下了什么咒？你怎么整个人都变了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老弟呀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来，坐。方姨最近的性子是变了，哎，这才对呀，这才是为人媳妇的样子嘛。以前那是你把她给教坏了，让她无法无天，没有一点正经女孩子的教养。现在经过我们家招娣辛辛苦苦的调教，看见了吧，这才是那个大家族少奶奶的样子。你放屁！谁说我把方姨教坏了啊？你们把天宝和美珍教得抛家弃母，就很了不起吗？我是我今天来就想问你一件事，
刚刚从广州来的船商，说来船行看船，要买下我刚刚造好的三艘船。听说，你还收了他们的定金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，这笔生意有问题吗？反正现在的船行也用不着替王记跑单，闲着他也是闲着呀。把那些闲着的船先卖出去，这样可以给船行节省一点开支啊。你在开什么玩笑你啊？每艘船都是我的心血，谁允许你胡乱卖掉的？我现在正在拓展市场，不做王记，我可以跟别的大商行做。你把我的船卖了啊，你这是诚心要我的船行越做越小，你这叫杀鸡取卵。我不允许，我绝对不允许你这么干。老弟呀、啊，现在都什么时局了，我们先拿点钱在手上，然后再去站稳脚跟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你同意也得卖，不同意也得卖，反正我已经拿了人家的定金，也和人家签了合同。你要是反悔，要赔一大笔钱的。蔡振华，你太过分了啊！你吃干抹净，你还想要我的船行？好，今天我就跟你拼了！哎，亲家，亲家，有话慢慢说。是啊，爸，蔡老爷说的也对，你何必这么生气呀、啊？方姨，你究竟是怎么了？啊，你怎么能向着他们说话？啊，方姨为婆家说话，那是天经地义。是你太顽固，不懂变通。船行再不改变做法，早晚得垮掉。好，爸，蔡老爷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，卖了船好歹还能拿一些钱，王家现在也没钱了，不卖船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。您就当是心疼我这个女儿，卖了船让我的日子好过一些吧。好，方姨，你跟着他们，你竟然变得这么自私，你太令老爸失望了。方姨啊，你这就对了，卖了船也有你的一份啊，如今钱拿在手上就都好了。你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还是多找机会劝劝你爸爸，他太顽固了。我爸性子就是这么冲动，劝也劝不来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去厨房帮忙做菜了。爸，您看我把方姨调教得多服服帖帖呀。是啊，方姨这个孩子转性转得还真是有些快，不过你还是小心为好。爹，看您多精神呢，给您看看，来，您看，精神吧。爹，您都躺了一年多了，您现在有这么好的精神已经不容易了。张彩霞说的对，多亏了她天天来给你按摩翻身，你才能恢复意识。比起那么多毫无知觉的人，你可真是太幸运了。爹，我今天就带您回家，虽然我们寄人篱下的，但是那个老板对我们很好。爹，他答应让您跟我们一块住，好方便我照顾您，而且啊，您还能天天
看见您孙子呢。您要看您孙子啊？好，我抱，我来抱，让您看看您的孙子。来，您看，您看。爹，您是在说话是吗？你要说什么呀？啊，你要说什么？云伟，您是要给孩子取名字是吗？您慢慢说，您再说一次，我听着，您再说。说话了，他一定会很快恢复所有的活动能力，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啊！是啊，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就等着您给宝宝取名字呢。宝宝叫明辉，光辉的辉，我们王家的光辉，对不对？明辉，你看，爷爷给你取名字了，明辉，终于等到你爷爷给你取名字了，对不对？爹，您休息休息，休息一下，明辉。爹，我说屋子里怎么没有人呢？您在这儿坐着呀？已经很晚了，我扶您回去休息吧。我想坐会儿，我都睡了10个月了，睡不着了，让我再多看一眼。彩霞，你知道吗？天成小的时候啊，最爱看星星了。他总是3更半夜的不睡觉，坐在院子里发呆。我问他：“天成，你在看什么呀？”他也不回答。哼，现在我明白了，他是在看他的妈妈。哎，彩霞，这是不是雨清还有天成他们在天上看着我呀？我看着他们心里就平静了。你就让我再看一会儿吧。来，坐下来陪陪爸。爹，您这刚刚恢复意识，应该好好的休息。星星每天晚上都会出现的，您把您的身体养好了，害怕看不够啊？我这条老命啊，
也快清醒不了了。我真没想到，爹这把岁数就家破人亡，众叛亲离。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爹，您是个大好人，也是天成最尊敬的父亲。我说过，我相信您没有对不起李小姐，我真的相信。就算你相信，我也不敢肯定。玉琴是我的结发妻子，本来她可以活得好好的，是我害死了玉琴。